怎么了，媳妇儿这么着急让我过来？工地不忙啊？工地没啥事了，刚刚我同学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参加同学聚会，好多年没见了，我得赶紧过去一趟。同学聚会不能穿这身去吧？我拉你回家换一身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同学们都等着我呢，来不及了。就你穿这身去参加同学聚会，他们能看得起你才怪。哎呀，不能吧，都是老同学，没那么多事儿。行了行了，赶紧走吧。不信啊，那咱就试试吧。到了，我就在楼下等着看好戏呢。哼，等着吧，什么你也看不着。哎，小影，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？哟呵，这不是咱们班曾经的班花吗？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了？这不是刚从我们工地上回来吗？没来及换衣服。哟呵，还你们工地，当农民工就当农民工嘛，还用这么华丽的词汇？小影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好多年没见，我都想你了。你赶快离我远点吧，就你这身土。你把我这衣服弄脏了，干一年你也买不起。小影，没事，弄脏了我大不了再给你赔一件，我也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。哟哟哟，你也有一件，刚纺的吧？这是我老公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，花了5000多美金呢。小影，那你这个可能买的是高仿的，我那个比你就贵多了。哼，你可真能吹牛逼呀、啊！哎，莹，你猜我刚才看见谁了呀？谁呀？不会是看到你曾经的初恋了吧？不是，就是咱们班曾经那个班花呀，现在穿着农民工的衣服就过来了。不会吧？你就等着看吧，一会儿就进来了。嘿，老同学们，我来了。你看，这不是来了吗？呀，还真是，真埋汰。呀，这是谁呀？穿着别就过来了，活不起了。哎，帅哥，来这么早啊？我来不来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个臭农民工，咋的呀？这是搬砖去了。现在这小正面可以呀，都可以搬砖了。你可真会开玩笑，上学那会儿你就爱开玩笑，快坐那歇会儿吧。拿开你的脏手，谁有你这样的脏女同学，一身水泥味儿，埋汰不埋汰？咱俩是一个班上的吗？丹总，你看谁来了？干哪干哪。哎，谁呀？呀，这不张妹吗？蛋蛋，咱们同学一场，你不要太过分。过分？你不看看谢大姐是什么样子？打得好，真过瘾。整个屋也就我不嫌你脏罢了，别怪哥不懂得怜香惜玉，这卡有10万。今天晚上来我房间，这钱就是你的。拿开你的臭钱，我不稀罕，我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，不是来被你们羞辱的。不是，这物理的牌面是你说能来就能来的吗？赶紧从了我们单位吧，知道我们大总是什么身份吗？他进来可是人成集团分公司的总经理，像你这种身份的就没有资格跟我们大总说不。人成集团是吧？那我找一个有资格的人来跟你们说话。老公，你进来吧，我在104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上楼。呦呦呦，还叫上人了。老公应该也是个搬砖的。等着吧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不是因为庄妹跟你们是同学，我会帮助你们任何一个人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他们就是见利忘义、唯利是图的小人。这下你该看清他们的嘴脸了吗？这就是你的好同学。你们今天可算给我上了一堂课。走吧，行了。庄妹，庄妹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帮我求求情吧。把手给我撒开，以后别让我看到你。眼睛外机给我一要不要耐心。Thank you.